去哪里？很快就要去比赛了，全都给我留下来练习。幸好不关我事。你身为体育课代表，要留下来帮忙。太可笑了，笑死我了！就是，走吧，你们还在说。还有20分钟。好，还差200下。冯老师，我不行了。不会，一定行。听你妈妈说，你放假在家一天能玩10个小时的游戏，那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肯坚持，没什么不行的，绝对不可以放弃。还有1分钟，还有10下。好，做得非常好。哦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没走啊？星峰老师，你也一样没走啊？我看你从放学到现在，忙到连一滴水都没喝过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的桌椅很干净，没有被人踩过。当然了，他们个个都在忙着练习和做其他事，精神有了寄托。而且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价值时，就不会再花时间去搞破坏了。原来。萝卜糕已经下班了，没什么喝的。爸爸，你喝我的水吧。谢谢。爸爸，对不起。柔柔，怎么无端端道歉呢？柔柔错怪了爸爸，柔柔生气爸爸不公平，纳兰做错了事，你还让他做课代表，所以柔柔生气就把爸爸变成了番薯。那除了爸爸之外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吃番薯吗？柔柔有没有听过因材施教啊？有啊。那除了爸爸之外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吃番薯吗？柔柔有没有听过因材施教啊？有啊，不过我不是很明白。就好像是不同的动物要用不同的饲料来喂一样。不明白。又好像不同性质的皮肤就要用不同的护肤品一样。明白，我全明白了。如果是油性皮肤再涂油，就会长出暗疮的。我之所以这样教他们，其实爸爸小时候和他们一样，也是一个坏孩子。我很小的时候就长得很高大，而且手臂粗壮，不过我没用自己的优点去帮助别人，反而欺凌弱小，总是抢同学的东西吃，又经常欺负同学。这样就哭了，就是。同学，可不可以帮我们把球踢过来呀？又哭了。这款新口味的棒棒糖是不是很好吃？我的新口味棒棒糖啊。那些女同学待会儿又要表演话剧了。不是吧，又是表演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啊，好烦呐。我的裙子，我想他是不会来了，最好不过了，那么烦人，整天逼人看这种无聊的话剧。大家真的很对不起，很对不起呀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黑雪公主，笑死我了。黑雪公主，黑
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？爸爸，你以前真的好调皮呀、啊！是，真的很调皮，一定要罚。那要记大过才可以呀、啊。不过爸爸那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，他不仅没有记我大过，还鼓励我，让我做班长。所以我明白，坏孩子是可以有办法教成好孩子的。爸爸，你肯改过，真的很棒。但是从那以后，我每次听到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，就会想起那个女同学。每次想起那个女同学哭着离开的那个场景，我就会很内疚。我想她会原谅你的，你有跟她道歉吗？现在就算想跟她道歉，也无从入手。我根本就没有她的联系方式。我想到了，写吧，爸爸。那个白雪公主同学一定会收到的。白雪公主同学，对不起，真的十分对不起。希望你不要被小时候不开心的经历影响，可以继续开开心心的做你的白雪公主。坏孩子心风上。爸爸，把信给我吧。一时太投入，忘记了。爸爸。你现在把这只纸船放出去，纸船就能将你想说的话传达给对方了。爸爸，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开心了呢？乖女儿，谢谢你。公园种地是不可以乱扔垃圾的。可纸船都已经放走了。放走了也可以捡回来的。真是不好意思。那我马上去捡回来。爸爸去捡吧。我捡就可以了。其实你们两位做的都很好，生活中不开心的事情不应该把它藏在心底，我们应该要及时的想一个正面的方法来宣泄自己的情绪。爸爸，我把纸船捡回来了。看来这还真是注定了。要记住，无论怎样，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。这个你的，这个你的。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只小纸船。蓉蓉，这是不是要举行折纸比赛啊？不是，大家平时都一定会犯错误的，就一定会想要跟某些人道歉，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话未必能亲口说出来。如果是这样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写在纸船上。对了，我要跟我 daddy say sorry 啊，我把 daddy 新买给我的游戏机弄不见了。那究竟思思要跟谁道歉呢？如果没有想道歉的人，可以不写的。不行，放纸船很好玩的。我想到了，思思，对不起啊，要你上学，又要你做功课，玩得太少啦。切，自己写给自己，还不如不写呢。武状元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想到跟谁道歉了吗？我要跟阿娘道歉。我昨晚吃饭的时候掉了一粒白米饭在地上。我真是太不小心了，浪费食物啊！阿娘，阿娘。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呀？阿娘。跟人道歉啊。你有没有想跟谁 say sorry 啊？没有啊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你连累我们做无形的，你要给我们道歉。这么多纸船，不就要写很多字？是的。别算上我。我肚子疼，不上课了。别跑，道歉。
正式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紫电学院的小 DJ 广播室正式开播。不要把找话题想得很难，又或者直接说出你心里想的也行。Hi everybody， 我是华伦，你紧张。